哇，梦幻朱安安，你是通知超人哎、欸。哎呦，花安安，花花晚上好，马同学安安。大家等隔壁打完招呼就开始玩，凡事一直要开啦，但是中间问题太多了。在吃宵夜吗？对，本来想买玉饭团吃，结果又突然想吃点热的，就买了盐酥鸡。哎，没有，我没吃什么，我是吃健康蔬菜，我吃马铃薯，吃杏鲍菇跟吃四季豆。马铃薯是马铃薯啊，薯条啊，薯条、杏鲍菇、四季豆，比较不营养的可能就还有鸡皮了，没了。可以吧 ？Yoko，Yoko 安安 ，Yoko， 你有看好贴的吗？最新的胖丁那个，胖哥丁那个，早上8点起床，然后到现在胖哥丁给的体力还那么满。花音安安，万圣节快乐，过了啦。可能要姐姐那边的啊 ，DC 啊，兔窝，果子安安。就是他现在，我给你看一下，因为我是早上8点起床的，然后我早上怎么那么好？为什么那么好？没有，我这个胖合丁是已经能力加到满了，叫啊，可是我这个有点，也不是说失败啦，是，就是，你看我的体力，然后这是我，照理说我还有7个小时就要起床了嘛，对不对？但是我的体力还这么多，你想收集可爱的，那就好了，那就还好啊，那就没关系啊，因为我那时候是挑很久，要从宝宝丁养。这样可以省一个技能种子，但是我这个胖可丁它其实是大器晚成型的，就是我有一个技能等级是+2的，所以我只要再吃一个技能果实就好。好，我解释一下哦，如果从宝宝丁养的话到胖可丁嘛，中间进化2次，那技能就是+2。那如果从胖丁进化成胖可丁，技能等级+1。所以要省种子的话，要从最小开始养，不管是皮丘啊，那个皮宝宝啊，或是玉三家嘛，小火龙都要从最小养。啊，闹钟叫不醒我，我是直接手机设闹钟起床的啦，不然那个闹钟好小声哦。然后再来是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所以我从皮宝宝到胖可丁的话，我记得等于是3级，对不对？那我是不是要再吃3个果实就三个技能种子就好？但是我这只胖可丁惨是惨在它的技能等级是要75等。你看，我们已经玩了这么久了，连一只40等都没有嘛？那想说啊，就算了，反正后面再一只好一点的胖可丁好了。所以我就把种子都灌下去了，不然我照理说我可以省下2个。所以我这只胖丁应该只要
只要喂一颗技能种子就好了。啊，我也没抓满啊，我的小火龙等级超那个能力超烂、欸，我的小火龙跟火球鼠能力都超级烂，所以没有养。然后，如果他的技能等级 up 是在那个前几等十等三十等十等二十五等的话，我这只就很强了，可惜了。不过没差啦，反正也不知道，反正后面肯定是佛系玩嘛，就放着玩。你知道不知道小火龙？因为小火龙是要安然入眠啊，就是你要卡在深深入眠跟浅浅入梦中间啊。那再来就是看运气，它会不会出来。我现在只抓过两只小火龙啊，两只都超烂。但我觉得闹钟叫也叫很容易不小心按掉，哎，真的，用那个Pokemon Plus 加那个也是一样，那个靠太近，撞一下就按掉了。啊，不好意思。哦，难怪那么卡，我在更新东西啦，白痴哦。我想说奇怪，我看起来好像卡卡的。乖啊。我都直接关荧幕，然后就少算一个小时。哎，我想你，反正这几次的这几天，在这个礼拜的不要错过啦，这个礼拜好像也是加倍吧，就是这礼拜能尽量睡尽量睡满。这次挑战什么？我不知道哎、欸，我。我对挑战真的好失望，好没兴趣了。绿狗安安，然后睡了，晚安。是联动啦，但是其他人在开台，还没好。这是农场地图嘛？啊，单人看看。那现在很卡，等一下，我先暂停。好，应该顺一点了。Founder， 你知道吗？这对话也太有效率，什么东西 ？Grafton。一张，然后嘞，
这些鬼真不想帮你，但我相信你能生得出无凭无据。哎，没证据啦，好烂哦。没有证据啊，不玩屁啊。要有熏香吧。我记得上次也有一次是没证据的，然后道具给很烂的。等猎杀，可是猎杀又不一定。有些鬼猎杀看不出来啊，你看女妖恶魔怎么办？先看设备吧，先看有什么装备。We've arrived. Check the equipment and get set up before investigating. Whoever was here must have summoned the ghost with a cursed object.太怕鬼了吧，安心。看不到电闸，靠！我给二级哦，对啊。啊，不就这里吗？好想要三级十字架，要不要练等？前有啊，哦，你等级那么高啊，你还没转身，你几等？100几吗？被肩膀。好像不像欸，不是，楼上，是没证据啊，这个要怎么玩啊？等猎杀也不是啊，那个我要躲哪边听？这里，啊，猎杀咯，八九十而已，我而已，八九十很高了欸。我突然觉得他好像有调一下经验欸，发现。怎么？我好像等级变难练了、啊。
八吗？要好一下命。你看，你都几等了？不是，因为我觉得，突然觉得等级变难练呢。等一下蹲在里面吃盐酥鸡。我的呢？来淡水，来淡水。我最近也是一直跟人说来淡水啊，来淡水啊，我怕他觉得在骚扰人家。整天跟人家说来淡水啊，才研八，我想说什么声音？怎么抑制？没有躲藏点的吗？怎么意志？晚安。怎么意志？哇靠！打完。要六欸。那你骚扰我啊？会被告欸。我一直被说不在咪兔人排言呢，对啊，就不是魅影了啊，所以，而且鬼都不活跃，暗影吗？可以赚一波，说赚我的钱，什么意思 ？Okay, I come back。好，要下。嘿、hey, ，你回来了。Yeah, I come back. 太久了吧 ？You come back. 打算看个台，那么聊个天。聊，多聊。够没？够没？够没？哦。拜拜，安安，我还要自己，我自己这边有人自己换了 VIP， 然后呢，自己退了 VIP。我发一下号码给你们哦。OK。哦。主播。哈哈哈。没有塞塞塞，没有，我回聊天室。燕子，主播，我叫主播，怎么变那么生疏了？繁星也在开台。你刚刚打嗝？没有错，繁星在开台。早安。哦，我以为他们有要开，所以大家都开着台，那也是。没有错。没有，反正这只狗也不开的。他说：“哈，你们都开哦，好吧，那我也开好了。”然后我想说，我本来就死起来慢慢玩就好，就啊，都要开好了，那我也开好了。开！你用怪人那招，你不觉得他们给的那集都很奇怪吗？欸、可是我在网络上也看到说是什么90度，然后喝水，这样子打嗝就好了、欸。可是我试了还是没有用。你真的很爱这一首歌。你怎么知道我在放这首歌？你在哼呢、啊？你刚刚自己在哼呢、啊？你怎么听得出来？因为很明显呢、啊，这个旋律就长那个样子。它就很好听。哎、欸，你贴哪里啊？没看到。对，我还在开，因为我刚刚忘记按私人。
对不对？他们那些方法就很奇怪啊，奇奇怪怪。啊，还是繁星开，繁星那边有那个道具。没有，我等级变低了，我50多等，如果不介意。啊，你为什么变低了？我转身啊，转身了，转身了，转身离开了。OK， 这就给你们。哇，你这个密码自定的吧？啊，不是这样吗？没有啊，他的房间密码不是自定的啊。可是他就记得就长这样。哎、欸。我说很像制定的啊，自己好的啊，很像制定的。Welcome back. I'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 I've gathered a. 他的密码是什么？我刚没注意看。密码？哪里哦？要打密码哦？哪里？房间号码呀。哦，房间号码就是密码吗？他说那个房间号很像制定的。嗯。好了，好了。对，我觉得很多的故事都市传说，然后有繁星在，当然是最难的。然后那肯定要翻。哦，那必须。那等我一下，我把一些设备升一升，因为我都没有升设备。想说我用不到、哦，我们刚才跟观众聊那个啦，在聊打嗝有什么办法补的方法，但是有些他们都说很有用，但是我照做都没有用。我都放给他打，要不然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打嗝打到不能睡觉啊，所以逼不得已想说都试试看，结果哎试试看都没用。他不是可以喝水吗？喝皇冠水的，就喝水啊，然后还有什么闭气喝水啊，还有什么弯腰90度喝水啊，都试过。弯腰90度喝水？没有，你灌一大口水，然后呢，让他直接打一个那种饱嗝，有没有空气饱嗝？没，这种用过了。我啦，我用过了，没有用。听说憋气过一阵子就好了。对，这个也有，但是我憋过了。哇，那时候一憋了1分半钟，还在打，我還在直播上面打给他们听哦、喔，然后很大声，这么严重的吗？对啊，还说什么倒立憋气的，我有看过这个啊，倒立憋氣，我觉得只在耍人的吧，难度是有点高哎、欸。那你倒立憋气了吗？没有啊，看就知道假的，憋气干嘛？我很期待。你现在打到睡不着啊？还是啊？没有，你们先看一下左边，有没有看到每张地图都有多一个小南瓜？嗯，左边选那个啊，页面有投票投，每个都跑一次，是不是？你要去那张地图找到小卡，要拿起小卡片过才会打勾。那拿完卡片之后，我们要去最右那右下角的露营地去把那些配方给放进去。OK， 了解。对，那我们前面小间的就用困难的，就专业。那我们大间的用简单可以吗？反正是啊，后面真的来不及，我们会就是说就是开制定，直接进去速刷出来。对，来不及的话我们就速刷。嗯，好，还有哪一张？ Okay.地图你们选吧，我没差、啊，我都打勾了。打勾了？对啊，我这都没有打勾，所以我也没差。哎、欸，燕子啊，你明天有没有要上班啊？可恶！打勾啥意思呀、啊？打勾啥意思、啊？拿过南瓜的意思啦。啊！对啦，啊 ，U N O， 那就这个。
犬太感情不好了，冰也来我这里告状了。啊？怎么？我哪有？我最爱他了，真的。来这边召集各种只打嗝的方式，招募中，还有什么只打嗝的方法？你们有只打嗝的方法吗？约瑟凯阿哀，今日も中国の中国を聞きます。OK。干嘛耶？干嘛耶？憋气！我这里观众也说憋气。哎，那就是横膈膜抽筋才会打嗝啊。横膈膜抽筋，你现在还在抽筋吗？不是我，是我们家的扳手 ，Mod， 最可爱的 Mod。Mod 也在打嗝。是 Mod 在打嗝，不是我打嗝。啊、oh. ，他是医护人员，那他不是应该最懂吗？嗯，他懂啊，但是懂归懂，但是就比如说啊，你怎么会那么累？熬夜啊？那为什么还熬夜？就睡不着啊？你不讲屁话啊？ 对吧？你懂症状，但会不会好是其次啊？你今天晕船解晕啊，不要爱他。是很难啊，一样的意思。可是他叫我宝哎、欸，他叫我宝哎、欸，我也不想晕他，他叫我宝。我也不想啊，可是他叫我宝哎、欸。对啊，怎么办？全太。好难受，全太。怎么办？全太人家都认真了。可是他叫我宝贝耶。要拿这个最亮的手电筒吗？不用啊。头戴式就好了，头灯就好了、啊，头灯就够了。头戴式，哦，对对对。你有拿温度计吗？看一下哦，我拿旧的啊，等下应该换改成旧的，因为旧的不用按压，它会自己跳温度，比较方便一点。头戴式要怎么开灯呢？按 T， 我没有开。长按 T。然后我看一下哦，那我拿相机，紫光没人拿，相机没人拿，不，相机我拿。紫光摄影机也可以拿一个啦，你可以拿一台。紫光这个荧光棒吗？对对对，不用不用，紫光拿。那全太你拿那个，你看点，那看灵球。灵球是不是？对，你看灵球。灵球是摄影机。摄影机跟这个嘛，跟脚架。对对对对对。OK。啊。那如果你打嗝停止了，再跟我说一下，我会说恭喜你止嗝了。他说：“深呼吸到不能再吸，再把气全部吐掉，然后再憋气。”哦，这个也是，这个我有试过了，没有用。没用。当下一两秒会觉得说，哦、好像有用哎，就。然后又抽筋了。又抽筋了。你看灵球要开灯，要关灯呢，哥哥。我想说，先找到鬼的地方再放摄影机，不是？不。你可以先看灵球，有灵球的地方就是鬼房、哦、对，灵球哦，那是我要把我的头灯关掉是不是？哎，会比较好。好，哎，这边这边利诺，这里，嘿，这边有个卡片，这个你捡起来再丢掉给全太拿，这就是这次今年的万圣节的东西。怎么捡起来？我先把那个丢掉。你的东西丢掉啊。然后捡起来，嗯，晚中微笑。对，你这个数量要记得哦。等一下我们最后要用到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提示。你说乘一吗？对，你就可以记一下。那我是不是也要去？你拿，你要摸过，要摸过才会打。全带，东西丢掉，然后在这里，这里地板上有一个，对，晚中微笑乘一。啊，把犯规又把它丢掉了，是不是？嗯。OK， 找到鬼房了。哪里？好像在婴儿房附近吧。婴儿房附近？好像不是哎、欸，对不起，在说谎。有哈气、欸？你在骗？有哈气是我，是我跑错。哎、欸，厕所？有脏东西吗？我要按到闹钟了。嗯，应该不太可能是你按到吧？这里耶，刚才不是厕所吗？我刚刚按了一下那个闹钟，应该叫男孩房啊。
有头哎、欸，有头哎、欸，拍一下，拍一下嘛。那是骨头，拍他。哦、oh, ，我来，我来。我没有带相机。对对对，这间这间好。他在吐气，他在吐气，这间就是这间。对对对对对，好，恭喜你。好，做植物。先拿十字架，那个东西放一放，拿十字架，不然等一下猎杀就好笑了哦。我在想要怎么把。那个方向，你面对之后按 G， 面对你要拍的位置按 G。脚，没有，不是要放在它，不是要放在脚架上吗？嗯，按 F 啊。哦 ，F 是不是？十字架你拿了吗？没有。嗯。好，现在先拿。嗯拿不到，拿不到 ，OK。为什么我这边的那个 B B B 的声音变好大声 ？B B B 越来越快的感觉。什么意思？不知道，里面有个 B B B 的仪器在叫。五级，这就是五级啊。哦，所以已经要练哦，还没练成，才五级而已。对，活跃而已。OK。我把十字架放这里，门口也放一个吗？它有个范围，这样十字架有点太浪费了。那，你按 F， 按长按住 F， 你就可以看那个范围了。有没有？拿？十字架就是啊。你放门框附近，啊，长按 F， 我就可以看那个范围有没有？那没有范围啊！有啦，对着地上按嘞。我觉得今天有点卡哦。喂，那我心跳声好大。没有啦。夜杀吗？行，不用时间了。哦，我想说我要拔了，我要怎么开门？拉。怎么开门？左进。刺骨五级。喝水，好嘞。喝水水。你好，无糖雨。快乐。想要再带个盐吧。灵球。灵球是一颗黄，一颗会飘，一颗会飘，一颗会飘。嗯。没路诺。为什么我的摄影机会移动？我刚刚在你们都在的时候，他跟他讲过。那他可能会单人。他刚刚推了摄影机。哦，那摄影机你们是他推的？那如果摄影机怎么一直在动？拍照片吧 ，OK， 还差两张 ，OK， 差两就掉了。你再拍一下。嗯，我也要拍吗？每个人都可以拍，它是个别算的。对，我就拍地板上有踩过盐的地方。对。我想一下，单人吗？他回应了吗？我没有被回应啊，哦、所以想说。哦，燃烧了，十字架燃烧了。只是下烂笑了，哦，这个人很，这个人很差，这个人反应很激烈，不是很可怕哎、欸。那蓝刷队长说，如果没有那十九哥已经死在里面了耶，那确实就死啊，出现应激反应了。哦，这里这叫好凶哦，还好哎、欸，我们在里面很久了。那个，那吃药，那吃药，喝药吧。你们吃，我不吃。OK， 还缺什么啊？他还没回你，对不对？我先去看看。他也没回我啊。嗯，因为刚刚多人的时候他不理我。嗯，关电闸了。关了吗？嗯。电闸在几楼啊？我开在地下室。啊不，地下室，欸、车库啦，靠。车库吗？车库啦。我牛，记错呀。我被恭维。回我！哦，太亮，他不回我，难怪。
你要出去。哎，全台是用文本吗？我不是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我上次有调过，上次调过，我没有在改。用按键就好了，还是要用讲话的？应该是按键吧。还是万圣节？我上次最后用是用按键。对，我知道11月1号才是万圣节。他不回我。啊、是哦，真的假的？嗯。来，我全台进去，那你试试。好，我进去。我看一下哦，他现在有的东西有什么？就不会有零球啦。还缺一张照片哦。不，一张照片什么照片？还差一张。全太拍照片。我又烧了。然后我去看，我去看你。我拍了。子格了啊，燕子晚安。几现在多少？平均48。你的剩18。好，不会是巨灵？那我去听脚步声。我现在应该要拿哪一个仪器问他、啊？里面有一个通灵盒，你要收音机的，是通灵盒，对啊。这个吗？我喜欢哪个？对啊，按右键啊。右键跟他聊天。有了，询问是不是？对对对。你几岁？赶快点，赶快点。赶快点哦！他继续在烧，他想猎杀你。给你一次机会哦，有吗？没理你的话，来再来。回我是会显示怎么显示？会有声音，会有声音。他会讲话，他会讲话。没有，只有沙沙沙的声音。好，那你离开。我要等猎杀了。OK。你看看是不是软魂？不是软魂。软魂。软魂。哇，软魂。你看，你离开前没有关那个哦。关哪个？关哪个？好吵哦！哦，你刚刚那个对讲机没关哦。哦，对讲机要关哦。好，关掉了啦！走开，走开！你不要进来了，等下死掉，会死人。透明关，这到全塔、欸、啊！我不知道他要关，我很菜的。北极熊在哭了。北极熊在哭泣，全塔、欸。啊！我们的摄影机倒了。摄影机又被推倒了。嘘，为啥？哦、okay.哦啊，那像鸾魂。欸、白痴哦、喔，刚好没有了、嗯。什么？没有啦，我要看他猎杀。刚好没了。脚步声是这个节拍。对啊。那软魂好像有丢东西吗？软魂再快一点点。哇！紫光也没有啊。哇，这只鬼很凶耶。还好啦。它会是什么呢？我看一下。你从窗外看，可不可以看到那个点阵啊？看到点阵吗？对啊，不然摄影机又倒了。看有没有现形哈？我看看。看看。他玩电脑。哦。还是坏还是？哎、电哦，现形。有吗？现形还是有灵球？哎、欸，还是有点阵。有那个点阵。好。对吧？这个，等一下还有什么 F 有 EMF 5吗？你想说 FBI 吗？有啊，有 FBI， 不，走吧。雷魂，赤鬼啦！哦、我嗨，哎、欸，赤鬼吗？五级赤骨点阵啊！你怎么会点到雷魂？哦，不是灵球哦，没有灵球啊，点阵啊、哦，五级点阵跟赤骨寒纹 ，OK，、啊、赤鬼。鬼，有选吗？有选，那就过咯。OK。
欸，我照了一张只有二星的眼，为什么？那不是你的踩过的眼吗？你要你拍歪了，你的不够低，哦，要贴在上面应该是。对。OK。嗯。哦，他要拍鬼魂照片哦，我刚刚应该拍他的。没差啦，那也不好拍啊。你从窗外不能拍，你在想什么？啊，对哦，忘记了。我小时候我都看到他了。嗯，刚说哪个二级版？喂，那就玩第二张地图。OK。第一张是什么什么牙齿一？微笑，我玩过的。对，牙齿一。在网络上有攻略啊，只是想说让你们看可不可以寻宝。嗯，应该啊。这边吗？是不？你偷吃什么？吃东西。乌龟。啊，对哈。他刚刚有讲过了，他刚刚讲过了。没爱就是这样子啦，没爱了，没爱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哎呀，不要多想，真是的，你想多了。本身就没爱了，不要多想。啊，你想多了，真是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呢？没办法，你叫我宝啊。啊，好晕。晕了。哦，我也不想晕船的，可是还叫我宝哎、欸。好，继续拿那个摄影机。你在那边晃晃晃，我想说怎么里面已经有鬼了，吓我一跳。阿鬼是不能逛街吗？可恶了！我想说怎么已经有鬼了，太快了吧！我都还没进来，他就想跟我 say hi。欸，在地下室电房。地下室是不是？对，电闸房五级。五级？这么嗨？遇到佛珠。遇到。就这样。哦。你架好了。啊，全站出去一下。OK。你在门口站着。好。等我一下哦，我问他讲话。哦，去你的现行。讲话，我不要你现行，臭东西，好吧。现行吗？现行。嗯。他是每个人都去试吗？还是说要啊？白痴啊！你们刚开灯现行吗？你是开灯讲哦，想说怎么进来就是？没有，我刚刚开灯，我怕你一直往下掉。一个进来接我，一个进，我进来 ，OK。好，不要确诊，好，确诊。啊，换你，哦，好，你按。我刚刚关掉，哎，这个，不要对着门讲话。啊，不要对着门讲话，你在拉门。我，我要你就不要面对门就好了，不然就拉门。好，我进来，有吗？没有。走了，就只有沙沙沙的声音。嗯。你这个，你们去拿十字架、啊、跟眼巴那些。我拿十字架。那我拿什么？眼巴。全开这个，放的。嗯。我用丢的了。放这里，然后书放这里，然后撒盐。我只有放一个十字架，我还没放第二个。嗯。然后带什么？等一下，是丢门口吗？盐巴？丢，打啦，丢。用啥的？用啥的？不是用丢的，丢的没有用，丢的他不会理你。嗯，真的。来，紫光灯，紫光灯罩。紫光灯基本上。灯。
哦，没有，没脚印。哎、欸，踩过了，踩过去了。对，不然我，不然就是没脚印啊。嗯，还要带什么？没光。我来照一下这个，一张，两。要带什么？点阵，然后哎、欸，还要带。OK， 照完了，我的身上照完了。超自然声音。那个拿收音杆，那个收音器，完工。他刚刚是不是在我旁边叹气了一下？他在你旁边叹气。哦。哎呀，哦哟，你都不陪我玩。我。太难受，你都不陪他玩。男生都这样。你都这样子，开始要个宝，后面就不理。对呀、啊，说好的宝都是你的花言巧语，你的渣男。没有，没有。说好的是个宝，结果你还有青青跟小可爱。我很懂哎、欸。哇，这个你被伤害过很严重哎、欸。你怎么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才没有呢！你怎么那么熟练呢、啊？这个叫熟练的令人心疼吗？我也不小鱼，可是他有亲亲跟小宝贝。哇，全太一定是那个、嗯、那种后宫佳丽三千，有没有？并没有。左边是一个宝，右边是青青，然后旁边是宝贝，另外一边是老婆。哇！然后另外一个是小可爱。哇，玩那么多的吗？说小可爱只有你一个，但我没说我没有另外一个老婆。好渣哦！是有人断线吗？为什么我这边突然多了一个火灯掉下去？干嘛？利诺是不是断了、啊？是幽灵吧？是幽灵吗？不是，我觉得利诺断了耶，因为刚刚他的头灯突然掉下来，头灯我记得差不多下来，不是吗？哎、欸，对耶，他断了。想说不会是幽灵啊，门关成这样子，等他吧。嗯，哎、欸，不对，我们来这边的目的是拿那个啦。对耶，那要去哪边拿、嗯？要找对不对？找啊，在楼上。拉出去重来，这里，拉出去。那我去一楼找一下。楼上啦。啊，一定在楼上哦。楼上啦，想再讲最后一次哦。来了，冷静，冷静。OK， 我在楼上。被音效吓到，被什么音效啊？对吧？因为没有，因为幽灵会关门呐、啊，可是我们证据里面就没有幽灵啊。这是错。有魔镜耶，我看到魔镜。那不是魔镜啦。啊，这不是吗？它只是梳妆镜啦。哦，好吧，我以为那个是可以看到那个的魔力，那门打不开，为什么？拉货推，哦，拉。怎么那么高啊？欸、为什么还没有看到？不是在楼上？哎，不是有一张一个房间门是开着给你的，灯都开好了。就那一间哦、喔。欸？
不是有一间门已经开好给你进去的了。可是我刚刚一个灯又开了另外好多，又开了另外好多个。再不关，再不随手关灯啊。嗯，欸，这边有个手哎，那是猴爪啦，开好了。啊，我生气了，我要去楼上了。不是我，我很努力了。我走在每一间里面的，干这间啦，那就说灯开给你了。哦，有了有了有了，看到了看到了，我有荡在这。死亡腐烂成山，还魂，要手皮耶，要好多手皮哦，带回家。看地下室有没有什么东西。笔记不是软哦，很破吗？对啊，不能问我。你死的呀？嗯。你还玩门？来拍。喂，有声音吗 ？Hello， 你好。哦，回来喽。对啊，我好像。忘记今天好像是中华电信维修断网的日子啊！你现在用手机吧？对，用手机，然后我只有四 G 一格的讯号。哇，那你要开台啊？好像开不了台，没办法了啊，怎么办？关台，关台，好像得关台耶。哦，没事没事，安修应该一下下而已的，不好分钟哦。有时候断个网，好像他有发预告的样子。对，这种东西有发预告的哦。那关个三四小时都可以。确实。好像关到早上耶。对啊，三四小时啊。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会断，可是我忘记是哪一天。哦。我教你，你有在 DC 的 ID 就打这个，绿诺今天会断网。几月几号会断网？真的需要打一下，我忘记这件事了。我现在只有一格，我很怕随时会直接啪，我就连讯号都没。啊，全带走吧，应该是暗影。OK， 暗影是不是？应该啦。好。不然来魂魄鬼印暗，你挑一个。魂魄。魂魄吧，我挑魂魄。魂魄吧，魂魄吧。好了，对数关台，对数关台，该回转去打楼了。啊，打楼不抓的。哇，我怎么知道你有打楼？因为隔壁就说他们。没有，因为，欸，你猜对了，好强。哎，赞哦。老板，你直播断楼？他没有开，他不能开台。对，中华电信叫他关台。中华电信几个礼拜前就叫他今天要关台了。好，手机插上去。手机插上去继续开。他开不了。我手机只有4G。可以啦，我之前。网路烂掉，我都直接手机插上去直接开，然后有时候还比我本来网路快。我好难过，哦。不太可能，因为我怕我现在都有随时会断掉。对啊。但中华电信。
没事啦，玩下次再玩就好啦。那这活动好像多久啊？好像一个礼拜吧。嗯？我说这个万圣节活动啊，忘记多久了。一个礼拜。嗯，没事啦。希望哦，因为他刚刚三分钟以上没连上，我觉得哪里好像怪怪的，好像断网了。然后看一下时间，哎，11月1号，看一下，哇塞！嗯嗯，那现在要干嘛呢？那现在要干嘛呢？现在。我开不了台呀！哎，完了，开不了台，玩不了电脑。死了啦！完了，没事啦。就关游戏，解散，解散。我去找隔壁了。解散了。明天再玩，下次再玩。抱歉，不会啦，抱什么歉？抱，不能抱全台，也不能抱我。我操！我操！我操！抱全台，我操！我会被延上。不会啦，延上才会红。哇！那也是另一种。对吧？你烧的红烧啊，要是红烧还是红什么？哎，上来，好可怕、啊！哎，黑红也是一种红啊，答对。黑红也是一种红，可以黑到发亮啊，好像没有问题耶，对吧？好像没毛病，没毛病。好、嗯、啦，我。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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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到我冲了。还有位置吗？这边刚结束，有点一。哦，有哎、欸，先过去了。喽，启动。好，跟大家讲个消息，就是我绘图板又插回去了。个偶然的机缘巧合下，因为那时候没有想插回去，就是因为我的绘图软体跟绘图板。因为驱动，我这个绘图板真的驱动太老太老太老了、哦，很多已经都说已经淘汰，赶快换一个下，赶快换绘图板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还在用，对我其实真的刚才换绘图板，只是就没有换，所以我那时候找这个驱动找很久。那再来是那个绘图软体的那些笔刷设定啊，有的没的，我又重弄很久。哎，现在有弄回来啦。之后再开绘图台吧，不是现在啊。我应该不会开太晚啊。今天其实最近又做噩梦了。我大概每隔3个月都会做一次长期噩梦，就是会一天，如果睡觉时间是6小时、7小时来算的话，我大概每30分钟会睡醒来一次，因为做噩梦。所以我那一天会很精神，而那几天会精神很重，很差。应该有印象吧，就是。姐姐在刷瑟维的时候，瑟维卡地狗的时候，我那时候不是噩梦连连。哎、欸，他们好了，刚好。好卡哦，怎么会？哎，这不就来了？这不就来了？早安。早安。在买御饭团的路上，买了。改买咸酥鸡。最近是 OK 的。什么？
我说买咸酥鸡一定是可以的，可以吧？可以的。奇怪，宜江声音今天特别小吗？还是我耳朵特别快的？没有，是我刚刚在躺着，他被姥姥吸一波了。哎呦，那我已经灰飞烟灭，不想听。那确实哎、欸。要不要咬我？我的一加一狗狗就是吸它的，吸它的精气吸来的。Yeah. 你不是主播想要这个就来了吗？那是主子，那是主子，对吧、啊？主播想要这个，哎、欸，好卡哦，发生什么事？没事。怎么抑制？标题对啊，就是而且是会那种盗汗的那种噩梦，就是你会睡个觉，然后醒，尤其是冬天呢，你会睡个觉醒来，然后全身都是汗，然后一起来不是掀开棉被又很冷，然后就马上去浴室拿毛巾擦身体，然后换衣服。哎、啊，本人听起来怎么像繁星？是啊，就是繁星啊。谁呀、啊？就是佛系。谁听起来像繁星？隧道深，我没有 ADC 耶。这不就来了吗？但我不要。我是可以啊，但是又我是不会第一个冲进去、嗯。这不就来了吗？坦姆冲第一。坦姆 ，Let me guide you。芭蕉来了。哎呦，在哪里？怎么重开机后问题一大堆啊？我到今天不重开机了。还是我截个视讯照手说如何？包外包外包外包。嗯。视讯截取在哪？谁在那边 ASM 啊？反省啊？还吃东西？那哪是 ASM 啊？这可以吧？繁星的手收。哎、欸，好卡哦！我觉得我Steam要先关掉哎、欸，这Steam关掉的皮就结束了、欸。啊，不要讲什么是免费能看的吗？我要靠腰哦。这是免费能看的吗？不可以聊天。你的沉默完全屌看那只雪球。我应该选冰鸟的。对面所有人都屌看我。他会更痛。他自己动枪。
们有一只，那只是谁？红鱼，他怎么没出现？红鱼可能在这里。我要赌 W 输赢。二虚弱，我不回来啊，老哥。不啊，我已经不稳住了，而且人家带什么虚弱，所以我这两队之纠结好可怕。本盟意志都坦不是先说哎呦香蕉跟甜辣他根本就滚到底也是被我沉默。All me be。没事也，神娜扛可以。啊、哦，我知道了，下次。痛不痛苦呀？感受痛苦吧！宇宙在对我歌唱。他不敢推了。他自己走进来的哦，是他自己滑进来的哦。哦，应该没有。好扯哦。没助攻，想什么站 A？ 我操，太强了吧！走不动，被一下被定，一下被挤，一下被缓，是我干脆不走了。我在扶你血，但我没补招，我动不，我真的动不太动啊！你在那边有没有二十秒？应该有、哦。我发现我走不太动，我就算了算了，我要站着。我死了、哦，后面是有退死。哎、欸，我变了一个小，变了一个大，好像。Triple kill！ 哇，我喷你出来还有护盾哦。吗？有是我。对。
危险哦！这个米拉出，就是早上把你露馅了。小心他的大哦。卖高爬啦，拍死啦！慢慢你的虚弱就给他吧，把我的虚弱再来一点。后弩弩后弩弩，如果弩弩还要太多。他下弩弩哪边呢？啦啦啦！红的。吃补包。哦。好了，不补了，你们加油。哎哎，这奶很珍贵。还没听到。哈哈哈！我冲进来，不懂了。哎，我盯到两个，没盯到，被我盯到了。哎呀，偏差 kill！ 不容易。啊！哦，没事啦。还是为那很多，他早就来不及了。真的哎，他多到也不想拿了。真的哎，哦，等我等我。但我现在好像也不能触发了，但是分一等。两个了，尴尬。哎，我这个沉默没有沉默到他吗？我们究竟好可怕，怎么又痛又……这个惨，我们家，靠，太猛了吧！哎、欸，我他妈生死从
十一等升到十二等，一零八九变成一零九六是这样。我十三等才补血。来了来了，捡到一堆人手。小空，哇哇哇哇哇 ！Incredible, incredible, body， 沉默，缓速，补血。哎呀，没事，我跟着那个大的，要补。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OK。看到一个雪球砸死人了，那不用补我了，我有耗战了。好哈，那我补他。哦，哇！地方的寡妇，哇！还有地方的电子花车，哇！地方的老鼠，该跳电子花车了吧？加速吧！我去自杀啊！OK， 四件套成型。我们家四件。完了，不行了。啊，有闪现那一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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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黑死病黑死病黑死病鸭鬼安安你出剑吗？你真的是出剑吗？快乐啊黑死病you
没有我三件，哎，三件安安。那次血豹把本人来那个水晶兵，等下再打。你要他来跟我说好不好？啊啊、你要做更装备啊？怎么就结束了？先出发喽，感谢。怎么啦？我在看装备，怎么就结束了？哦，好久没有被保护的感觉了，是吧？好舒服啊！乖，学不乖。看到头上在跑爱心的，还往前走哎！感谢追水，谢谢。你连输三场了，拜拜，拜拜。Nico Noob。Nico Noob Sensible Follow， 感谢追随，谢谢。我的弹幕才逼啊，没事啦，很顶。我觉得很顶哎，刚刚在当赵子龙哎，唐三赵子龙，香肠的肠，唐三。啊嗯啊嗯啊嗯啊，铁锅鸡好吃。啊，等一下，我现在很饿，你跟我说吃盐酥鸡。没有，我是吃杏鲍菇。哦，那还 OK。对啊，我吃杏鲍菇跟四季豆。OK， 点在哪里 ？OK， 要越来越不 OK 了。还有还没吃的鸡皮。那我觉得不 OK。我吃鸡皮放凉，真的好硬。鸡皮放凉。这就真的是在买去饭团的路上，准备到超商门口都发现，突然想吃热的，好再骑一段路好了，反正两分钟就骑到了。好好哦。有什么？啊。聊天室我们有呕吐猫猫了，聊天室呕吐猫猫有了。F5 一下，有这么快的吗？现在恶心操作，我们就呕吐猫猫了。我的是那个、啊，我的没有不用审核啊。做贴图吗？我的贴图不用审核。对啊，现在不是很多都不用审。对啊，以前每次审都审要一个礼拜。现在不用了，我感觉我们要两个弹。一折现在到，我们给后面完整的输出空间。一折现在哦，一样三项水滴啊，
单向网点啊，那一套也可以，容错率又高。人家不是一般的毛毛，它是插画风格的毛毛，它不是原厂。插画是不是？难道插画家是什么意思？插画家，插画家，对啊，对啊，画家，插画家，什么插画家，插画家，我的画家，插画家，好色、哦。不远。Together。哎呦，有人！未知。百万钻戒雷兹啊！百万钻戒雷兹是不是？我看他是没吃过我的沉默。敌飞，沉默，走位。一飞啊，沉默，接球，哦，哦、oh, ，nice， 这就是我要看到的。啊，查、欸、啊！完了，啊，好痛啊！哎、欸，我领支持，我觉得他会死哎、欸。什么？因为我有沉默啊。哦，对。专精不就这样？啊，镜爪，不要再叼我了啦！心有所属，心有所属。对，满心的心。好数吗？哎呦，你说刚刚那一只吗？不行，太痛了。他会穿过。金欢安，这样好啊。有人想输出？真的脑残呢？哇，看不到。你可不回，你要记了。记了，让他闪现进来干。刚刚很冰。哦，我这个疾飞我就不多说了啦。根本就是鬼神之极飞啊 ！OK， 我刚刚麦麦把他卷过去，然后我刚好打到后面那个直接死掉。咦嘿，咦嘿，过了，快跑快跑快跑 ！OK， 没助攻，不要紧，你是不要紧。完了、啊，看到了，看到了，没想到这个。来吧，底下，撑下，撑下。拉扯，拉扯。
我拉扯。我想死了呢。嗯，这补是补，可以早点讲吗？我看我慢慢走过去，慢慢走过去。哦，这场的敌飞真的很鬼，他用了我想。你去外面吃饼包了。很鬼耶。来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哦，这个去有哦，没了，再见再见。小风小风小风，这个补吧，小风。一定是我们还不够谈。没错，聊天室还不够谈。有人飙我，有人飙我，在后面。完了完了，好像 ace 了。欸，钱好少哦，根本出不了招。坦克本来就钱呢。我先叫你见了，我还没。什么？我刚刚，我要看你助攻，我助攻。我助攻比你多哎！这个怎么没打到？不然刚刚什么聊天室的讯息声音吗？阿哥，那是鬼步大量发生。鬼步大量发生，没大，我没大。
要出个水滴？吃吗？要吃吗？不要吃吗？要吃吗？要吃吗？还吃吗？不切出去吗？哎、欸，完了！我原本想要吃他的，结果死掉了。哇，这一代是真不错。一直没闪。接斗安安。他放我那个镜头想放我是我哎呀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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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大了我很不习惯玩大只的角色哈哈那个哦人魔爆塔了，赶快走啊！后面补吧，后面补，后面补。哇，小扣，哇，小扣！哎呦，有人！妈的，刚烈日收集者，弄死，弄死他们！野鬼，沉默。我们还有韦恩。因为大豪猛猛啊，他们都是偏塔拿到你的大腿。乱讲话，乱是不敢说了啊，就是。乱讲刀好痛我走了快变形了哎 TPO TPO 传送传送怎么做露露跟他现在这样露露马上展现出去就是被卖掉的感觉他怎么又放我？有坦克哦，前排。对，我是在后面补去了。你要吃吃小兵。好，做家事。
好痛哦，我都没血了。哇哇哇！哇，都是开你！哇，我不知道啊。那还有大吗？好像还有。都，这个人虚弱，放错人。哪一出？他表我警长，他改标我，我要去听他改标了。哎呀，有料呢！这就是美江吗？这就是美江的力量。灵车，真的是灵车？到底为什么要创这台车？好可怜。是不是打疯了？这样。六层？有这么高吗？小心长，七层。嗯。嗯，六层这么高。听到底耶。我没有抬到，没有抬到。哦，美江要偏他了吗？啊，美江来喽！对哦，他没有偏他哦，真假？没有，他偏他嘞，偏他嘞。来管他，快猜，我们赢了。我们的兵，他的兵是刚复活，还是刚拆掉？技太有料了吧，太扯了吧，两个坦就是这么的无脑呢，不会啊，我替你们吃东西，我也想吃了，我好饿，真好饿，这是什么东西，可是大家先找个东西
吃吃、哦、我先找个东西吃好不好？好了，真的很饿。哇，我要去煮，我去煮饭。煮饭哦，开始煮是不是？要洗米了吗？洗米一定洗，一定洗，一定洗。开始从淘米开始，一定洗。不是从种米开始吗？从种米开始吗？你是好味小姐吗？我好味小姐。做一块卤肉饭要从种米开始的吗？还养一头猪。哎、欸欸，我刚好，哎、欸，我真的想吃卤肉饭、欸。拍了半年这样子。可能要养到小孩都生出来还在拍。等一下。场景太多东西嘛，好卡，掉。我说对啊，你看得出来。对，反正场景太多了，掉。啊，跟你讲，之后就是，欸，那个叫什么，用忠诚点数换手收视讯啊，有在想呢，换忠诚点数那么多，我已经丢进电锅煮了，麻薯怎么好像有点小？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我手太大，对不对？嗯，这边要不要？可能想过是我手太大。你看，哦，你 G502 啊，
对啊，版型的滑鼠是G5级的。对啊，这个之前的弄握久了蛮习惯的，都买这个。就是那时候滑鼠坏掉，想说再换一个，发现有粉红色的就买了一个。我是用它下面那个40的，然后用了这个，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用40的，超好用。然后之前还耍帅，他不是有送那个吗？动力的条，然后把下面装满，动握起来很有感觉，但是那时候玩夺命女根本射不到人。我会双板，然后二十方块吗？啊？我要玩俄罗斯方块。我从我的荧幕从左边到右边就这样而已，所以灵敏度其实很高。哎，给我打字聊天。回来了是不是？嗯。大家都有拿东西吃吗？我的还在煮呢。啊。吃甜不辣跟鸡排。My blade is yours. My blade. Oh. Your will, my hand. The rivers will run. 我今天抽了三次喜乐石，那我三次都没有玩。是你们要玩卡玛？我要雷西。你收完豆花跟满天星 ，OK。你满天星很久没听到了。快点，李星那个怎么点？三二，绿色的三二一二，对，绿色三二一二，黄色的三二零，下面是三一二，三二一二三二零三。三一二，我会记得。空八空空，你有储存吗？没有，记没有？那你记了，完了，带了，该不会我要出收集者的理性吧？你可以出斗士，喂，蛋，我要变无声了吗？不要啊！你要用六合拳吗？飘飘拳吧。记了呢。跟你们说，这场会记哦，因为我的雷西很烂哦，真的。有我烂吗？有。那我们我的雷西。你跟我的雷奇是差不多等级的，你忘了吗？他们有三个前排，他们有三个前排，没有，没有啊，所以会记啊。Piana， 好吧，你感受到了。啊，为什么不是拉到绿色的？你要点出来一点。哦，我靠，被拔过，我被拔过，他刺我一下就拔了。还是我们抢八分？可以啊。OK， 再来。那我先吃个鸡排。啊，你看我真的够不到的。进去啦！灯笼啊！不要！我到吗？啊？好一。
开疾跑了，他想杀人。哎、欸，小兵，间谍小兵，灯笼灯笼，漏漏漏，刚刚等不到，那个奖杯啊，有个很大的奖杯，他妈的，随缘，五佛慈悲，犯上，灯笼灯笼，哦，奖杯，过掉。叫什么？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可以。赤影安安，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啊！灯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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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上帝保佑。快刮！渡边流灵。哎，这小兵操你妈的！心存善念，灯笼灯笼灯笼，老哥灯笼。啊，你脏话骂的慢一点。哪个区没空拉灯笼啊？啊，我的 Q 怎么歪掉了？奥哥里奇，挖仙炮。阿弥陀佛。哎呀，有讲佛号有差哦。你家耶稣基督？徐若。不然我没讲。灯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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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对，不要定住。我是被看到了，刚刚。哎、欸，啊！让我拉草的人，我们一直有人在揍我。可能有雪球吧，或者你靠塔太近。我们两个还没死过哎、欸，我们队友圣母玛利亚，没礼貌。不是只叫死人的名字就有用哎、欸？有用有用，有有有。小兵跟着我。蒋公正，蒋公正，蒋龙没用，蒋公正没用，灯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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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中正没用，没用，没用。我们阿平，阿平没用，你叫阿黄看看啊。好，我叫阿黄，可是他死了，他就没死哦。灯笼，灯笼，灯笼，哇哇哇！我靠，小兵！哇哦，还好还有进化板。帝王面壁，两个。哈哈，员，我差点去射那个那种没。蒂玛西亚，我这个鬼之钩，我觉得我勾的很好。
欸，我还有，还有。感恩节，感恩节这么多。哎，小兵啊！我爆出了。今天有手收，都要用点数换手收。有时候看到安妮有手收，也想跟着换。哎，好不！看我够好看吗？这 EW 啊！有看到我其实滑鼠动得很短啊，所以灵敏度超高的，所以打斗阵很辛苦。灯笼，我不能点自己的灯笼，拉回去。你是纳蒂鲁斯，走呗。哦、oh, 不能骂脏话。哦、oh, ，Oh my God！ 哦，欧米伽，欧米伽，欧米伽，灯笼，灯笼。Oh my God！ Oh my God！ Jesus！ Jesus Christ！ 哇！我到他了，我超强。你酷！逼婚呢、欸？我天哪！啊！死亡宣告！灯笼！你们抢了你的灯笼，那我也没办法。那不是我的本意啊。完了，凉了，快走。起风啦！我怎么顿很多局？想走？顿过我了吗？我一直吸血。快！哎呦，牛！太强，小
心这样也太强了吧。跳啊踹他踹他，有人不会，我很坦，我勾到他了。登龙。哦，欧米加，好强哦！天哪，投嘞 ！Jesus Christ， 上帝！哇，原本不是要我们投的吗？对啊，怎么办？我好像勾的很好哎。哇，哇，那很会勾哎！真的，死了有加十。看刚刚那个顺灯笼，太顶了吧！灯笼尬的呢。我的收集者还没出版，不，我的功力还没出版，不能一直。是兄弟们看到我的脚，有哎、欸，温子丸被发现了，温子丸，躺着玩，坐着玩，趴着玩。然后对面是很硬，对，对面太硬了吧 ？Oh my Jesus！ Oh my Jesus！ Oh my Jesus！ 后来扔耶稣基督。龙女是暗夜收割，对不对？呀呀。没事，灯也太坦了吧！我刚，是不是阿姨在讲一样的话？三个都带不死植物，我操！还好带进化，没有头铁带鬼珠，进化光还是我的神 ，YYDS。那他们的输出全是魔光，他们没有任何 ADC。
对啊，但是坦克就有速速的，又喊又痛。我击太远，然后被几个奇怪声音吓到。还是老方法，八分头。嗯，这个我可以，我觉得可以打。我雨落出来了，就是喜欢你那么有自信。那确实。他的字典强，要前走路后。哇，是比谁待着久哎、欸！天啊，没错。子哥再出个冰杖就不用玩了、欸。嘴巴秒，然后玩泥巴。有人说，看到有人说我才知道左下去，对吧？接下来一次。那么痛，这猪怎么那么痛？完全魔攻哎！我要出自然之力。球鬼，好，这个我吃到我了。当下还是不能理解那个谁啊，那个叫什么名字？雷欧娜的一那个纸到底多大？是很细，但是很长。不是他的 T-box 很奇怪，你知道吗？人跟造型。然后装外挂看一下。钥匙故障。哪件装备有加魔防加魔攻的？还是没有这种？深渊面具，女妖。面具，女妖，好。还有压制。完了完了，
痛。还点错。我好手晕。你的号战还没有没有啊，我是不是可以投降了？可以吗？觉得有料呢。哇，打一个反开耶。哦，哎，点死了，挤，跳。怎么那么痛？抱歉。
我怎么没弄死他呀？突然感觉你可以出个正分，你们都可以出个正分。谁？我吗？你们都可以。我是正分 ，like shit。是，其他的应该都是可以出正。出完神话装，我要出一个摩提斯或者盾弓。我的补量。补量吗？好啊，帮我出正分。杀死那个暴民，怎么会炸开这么痛？啊，我知道标了，完全没看到标，啊，那个标是什么时候来的？好妖，没那个标就全收了。这个惨了，怎么了北极熊，怎么了北极熊，不要被刷了，好吵。想你靠掉了，了不起。感觉这个盾龙出什么 AD 都有问题，除了凯撒，还有杰利。到对面家去了，我相信你死掉了。家去？哦，我家去。
Simon 晚安啊。我的海妖打了4000，雷诺打了6000，砍刀逮了4100。OK 的，你寄来，你回得来吗？完了，拜拜，祝你一路好走。一块三，我觉得我好赚。伤害起来了哦！没大招，但是没有大招。我机械怎么吸不回来？就一把，应该是吸不回来。不应该呀！我来了，我来了。无限无限。也不大认真支持补我吧。要辛苦了。我都该去死一下，我可以死吧？可以啊，这个时间的，就感觉不行嘞、欸，他们复活了，算了，嗯，不行，给你补吧。往后退，往后退的。我出去，我刚出去，没办法。也没进化。哦，这恐惧好顶。要死就整串兵蛋。要要要，我得，可是这个兵要带走啊。有人就帮我结仇哎、欸。冒太气。看能不能再杀一只吧。不行。不行，我要上重创。你们出去点一下，看我的巨人杀手跟我的陨落，还有我的砍刀，打了多少血？公民尼克17000是什么鬼？超扯的！我斩杀线打8200。
们我和努力在按闪现啊。没事没事没事，你回个钱，出一个大的黑魔进去，把它卖掉。对面只有一个号场。黑切才刚出一波，然后还是切了四千一了，这就是黑切的威力吗？我、哦、这波没闪，但有还没进化，但是有大，可以拿掉。哎呀，我这样子。各种是大物，哦，全部来不及放，还有好久，好好惨，打不死。我不想追，我没有血。哈哈，三万。你看我这个多米尼克。太公你有信号，有但没在。先去慢慢、你先跳吗？你可以跳、啊、我等一下跳，好好好，跳哪一只？想跳哪一只？都可以，好好好，好，到走咯。
哎，你好可惜哦。他们在外面藏了。奈德利来喽。哎呦！我说奈德利来了，我动不了。我知道，我知道，我动不了。哦，小峰这个恐惧有亮，有亮，有亮。我是不是可以把身份换掉啊？换别的？可以换什么？因为额外的2100也没有什么。换个有跑速的好了。不用补货了，我好赞的。振奋不是比较好吗？有魔防和振奋，可是他多的那个补量其实没有很多。抓振奋的形态，比较我反而比较需要那个额外的血量去提。我动不了、啊，我这个真的动不了。他们的雄心都叠起来了。天哪！我真动不了。我的魔攻也差八秒，没办法。哎、欸！厉害！厉害！对，你们出去一定要看我那个有的没的东西打多少。哎、欸，我又跳过了，跳掉了，对，没事。十三万，然后有超过一半的都是造句打的。哎、欸，等我一下，我去盛饭。喝水。
刚看到笔型按错了，刚才测试，想说好扯，怎么今天我的眼睛颜色没有变？我可以换我吃了。哇，我才刚吃饱。我去煮卤肉饭。你不是还在种米？怎么长那么快？我有加速药水。哈，你出了雄鹰之钢。他撒骨灰。我撒骨粉。他撒骨粉。三六狗秩序。爱你饿，我刚才也是被他们搞到很饿。谁呀？我知道是谁啊？我要开个刷怪，不用了。我跑清楚楼下都有那种骨块可以挖。假发黑妹，很懂哦。哎，看，我坏掉了。去尤里家拿就好了。你决定他会给吗？你决定他有吗？当初我是第一个农耕石本的。我花了四个小时去挖那个骨粉回来种那个草，一直挖那骨粉回家放，挖骨粉回家放。不行耶，我要结仇那个谁，冈普朗特，不然他很痛。除非他不会玩。先预测他是会玩。就是后来才有自动农田啊，我十等的时候还没有自动农田。有人会忘记魔法金属是什么？日记我一直在盖东西。我们前年不是还翻到那个精华魔法金属四窟？我其实没什么在拓荒我都是打怪，拓荒都给他们。音响打开，打开音响，把你的原石射出来啊！原石，
就是想要灵魂而已，就这样你还要杀我？啊！我的小熊。被扁昏了。好，等到明天不用上班。后面补补的是别人。龟山。今天又不是假日，所以明天要上班。哎、欸，队友都在那么后面，跟不到啊！有那个钢斧的大，我拉掉一只的，我刚拉掉一只，摩根呢？也没有孔，完了，不要死了！我刚才太大了。Another， 好，我没有办法读。哦，这没事啊，八金，我没事，运气真好。完了，不能。刚刚闪现火刀我，这么恨。在前面，里面有个达瑞斯，往前走。Nice。拉个魔方的，哎，我刚才开大了，啊，我死了，
结果好像是达瑞斯比较会玩呢、欸。有鱼吗 ？Nice。儿子好像比较会。哦，我们要一起。他回了一口血，那个我打过就回了一口血。完了，好了，来、nice ，开音响，打得很好哎、欸，应该是没有鬼附水，刚刚没上。对啊，就丢，没鬼附就不会玩。他一直在看他队友打，然后都不来。没十三等，你这几个虚弱了，都教我是怎样？因为他们放不到我，知道放你。他们还走上来放我虚弱，你有病！留着这时候用，那个阿姆阿姆的那个，多少层？哦。操作到没办法操作了，最顶最頂，反正三小了，小都没了，太惨了。那你绑谁？港普吗？没有，我绑错人了，我等下重绑一次，等下等 CD。
音响被关起来了。关音响。哎、欸，我明明就在外面，为什么会被吸引？结束了，真的假的？一个残血的，完了，爱玩，卖不卖？爱玩，看到，拜拜，再打一波，皮啦，皮啦，这个人，哎皮呀，哎呀皮啦。一个满血的就很不敢打一个残血的，是不是？就魔丹娜怪怪的，只是演员。我117层。有大姐这样敲到。地皮很短。哦，你是啊，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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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边，然后点到这边的人。我刚才在这个地方，然后打到对面的人，然后他们完全碰不到我，超扯的，看我的手。要拉好你。A 仔。第二答案。好，按压。
不是敌军，不是敌军。哇，那个脏东西！完了！啊，有破龙，要破龙！好，那我来养你。我最后一场，好，吃饱了，最后一场。不管睡觉。我是牛拉克斯空空。用啊。帮你到底。真假的？真的。这个人在送你那个、欸，你看画面。为什么？不是，海龙吃一整套。你三十二层什么鬼？你是三十二层？这龙的速度比也比我还快。怎么对？已经怎么飞过去了？李欣是个盲僧，那他的视野应该要一片黑才对啊。对啊，假。那是要戴 VR 的情况下。
快的。不行啊，怨灵看能力都看不到人了，凭什么你先看得到人？不能吸啊！烂透了。你自己看那个谁，那个不是有个遁地的，他遁下去也看不到人，他听得到脚步声。雷克萨。对啊，这个就做得很好。你看李信做什么烂东西啊，忙你妹啊！防风，防风。Monkey 欧汉吉。啊！我们星辰有跌到吗？有。放屏幕。两个收集者吗？他有两个躲躲者是这样。我回来了。的冰冰杖。在里面。来，我们家虐菜。发闪现掉了，已经好痛。我要出 Binge。 Move swiftly like the river。Divine intervention!
刷好长。哦，后面有个礼金，得点他。我怎么被吸到？就很尴尬。看吧，我证明了这个东西不是脏东西的。好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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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东西。真的是要出坦才有可能赢哎、欸，出坦才是好东西，真的。我这个陶瓷用头撞这个塔，我头被破掉，都被一堆人扁，都没破了。我们两个解掉这个刺客，哈哈哈哈！别怪我，是你队友把我推到你身边的。我接个风。呼呼龙232。流血死！你打不打的这个？没魔了。你可以把他打到残血。这么老？花啦安安，荷啦安安 ，Hello。没有去兽龙，兽龙猎龙，兽龙暗地。终于想欺负我们后排，啊！
被李军脚踹，被身障人士劈死，你被他拐杖绊倒，恐怖哦！他以前斯文，以前斯文不是要输着拐杖？对啊，提升全新的高度，轰啊！感冒，哇！嗯。啊，呼噜啊，他没吐好哎。身上人士，such feeble will。哎，有新的吧？这吸血，这样玩哦，我要玩。可是那很软诶。没事啊，我刚刚玩错天赋也蛮软的啊。啊是。你要想他。他那一脚铁做的、欸，我刚刚被踹死。我靠！你像我们人还没到齐呀、啊。可是他好惨。换死啦！这个人蛮血。这是什么？什么画面？我们主动开战，然后每一个死，然后大家都蛮气。你看啊，这个不是脏东西啊，多好用啊！我的兵要复活了没？啊，我用头锤了，头锤！哎，又杀一个人！我不，你靠水晶吃出来了，安心可以安心睡睡了。对耶，谢啦。终于是，也不是终于啦，难得赢一场去睡的，难得赢了才睡，真的。我啊，就先去洗澡了。好，好 ，OK OK。原神每日，我问他，原神够，没错，原神每日。啊，走走走。哦，你这个美术图很好看诶、欸，欧娜吗？还是青花瓷？青花瓷啊，听得吧？青花瓷好像前年抽到的，前年卖的。好，前年卖的，然后去年我不可以吃，嗯，因为我那个时候伊泽瑞的那个就是個，他不是这是青花瓷的歌吗？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买那个吗？等烟雨而我等你，因为它被动叠满会有老虎尾巴。哦、对啊。七叶袅袅升起。哎，感谢啦，感谢啦。之后吧，之后露手手这个，我改用那个忠诚点数兑换。哎，好啦，感谢大家，先把屏关掉。好，嘿嘿。看不到啦，以前斯文真的比较好啊，就是直接放个圈圈，然后禁锢在里面，然后开个大冲进去吸人群这样子。改版后的我就没什么玩，是直到，他说什么 1.12 12版本吧， 12S 版本的斯文就是有做到现在这样子。我说哎，最近看抖音那个影片也看很多，就开始玩斯文了。好啦，大家晚安，晚安，晚安。要直接倒就睡了，晚安啦，拜拜，拜拜。